那你大尺最大到多大？我是可以全裸的，就是这样子拍照，就是我可以凹的姿势很多。这样子的月收入大概是多少呢？今天要带大家去看一个很特殊的产业哦，大尺模特，我的好姐妹。衣服爹，等一下就带大家去看一下好不好？它到底有多少洞，还有模特到底要怎么赚钱？我要用个猫咪转场。终于等我的好姐妹衣服爹，她化完妆了。你现在几岁？我现在26。那你入这个模特这个行业多久？9年。9年？为什么会踏入这一行？就一开始是拍 cosplay， 然后就觉得很酷，摄影师就把我拉到服装，就很喜欢在荧幕上的我。你入行9年，那这样子的月收入大概是多少呢？10几。等一下再来介绍一下，说详细想要入 model 这一行的成本跟它的条件是什么？我也好奇，说家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宠物？有的是捡到的，然后有的是领养的。那我们来介绍一下他家的成员好不好？那总共有哪些？很多哎、欸，他叫八七，对，他几岁？3岁。他是雪貂，对，雪貂。然后宝宝是、那个、第二只是宝宝，主业模特，副业动物园园长。对，他出来了，他来看我了。所以他平常都会出来玩吗？嗯，对。那我可以跟他玩吗？可以啊。你要确定哦。你把他，你把他笼子拆掉了。我想开个玩笑，你可以吗？好、啊，我怕他生气哎。不会啊。八七。你知道我最喜欢的衣服就是貂皮的八七，好笑吗？他这样算在玩吗？因为他刚才刚睡醒、啊，醒了。他是会玩逗猫棒那种，还是他是像狗一样会追求？他会追了，但他不会不爽。刚刚讲那笑话，他也不会不爽吗？不会啊，他很常会玩。对，梁哥，但他很常被这样。对，他因为他雪貂。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啊啊！好来你走，他是几乎就是无脊椎哦哦，他好乖，还是颗球，球他可以这样，好可爱哦。等下他是开心的吗？对，这样子的话雪貂是开心。好，拜拜八七，去吧。爸爸也起来了，他是宝宝。那下一位成员好不好？天天现在6个月大。1、2、3，第四位。哦，有够可爱。小白，他顾名思义叫小，我怎么不知道叫他什么？小白，对，马布，马布。巴基，第七位，巴基，名字都很像哎，感觉要随便乱取，是不是随便乱取？这种我会有点怕。还有我家的蜥蜴，它很像恐龙，很可爱，很好摸哎。你摸摸看，我这边有个提议，可以让杨哥喂食一下吗？因为他平常的食物是什么呢？是我跟摄影师最爱的一种生物。对，就是选择一只，然后你就夹着夹进去这样。哦，这用不到啦，这我会剪掉吧。什么东西？这到底在干嘛？你知道现在他们应该，我感觉他们应该更怕才对啊。啊！吓到我！夹一只啊，寻一只啊！为什么养蟑螂啊？但是它的饲料，我不行。啊！我怕！你哪里？哦，赶快丢进去，赶快丢进去！大成功！哦，你夹它吃掉嘞，对不对？吃掉。不会很吃相，有没有？比衣服叠的还好吃。节目效果。你确定？敢冒手汗。加百列来。它好可爱哦！看加百列看起来好恐怖哦。它超可爱的。看，这你敢上手吗？我觉得这个没有。好啦，加百列赞的，好啦，让他回去睡觉。没有，你要抓他，你要试试看。不要，试试看呐。他不想啊，他很舒服。他不想啊。我觉得他很舒服。不是，他就不想啊。好，你放着。这个什么神秘的什么事？我好像，他要把我杀了，他要把我杀了。不行，他要杀了我，他要杀了我，不行。他是最没有威胁性的动物好吗？他比猫还不伤哎。是哦，而且我们简单带过，就不一定要拿起来，也是没有关系的。他受伤了，他没有受伤，他是小朋友，好不好？他叫摩哈曼。摩哈曼。对。摩哈曼。马。摩哈曼。蛤蟆。摩哈曼。蛤蟆。摩哈曼。我家楼上还有，就是介绍不完了。你夹的是什么东西啊？什么？这个门是怎样啊？我不知道，它就是很神奇。你看这个门。
很像鬼鬼。对，鬼屋会出现的。我那时候来的时候，我也觉得很可怕。可后来想说，它可以放东西就算了。这是睡鼠。它有名字吗？它是群居动物，它已经多到我已经不知道谁叫谁。它几只啊？里面有八只。十八位成员。对。他们吃什么？你看他们吃虫虫。我们家的吃的比较好一点。對，那个是人可以吃的啊，面包虫。嗯。你为什么要惊电我？电到你了。还有房间。对，云屋。哎呦，这个是。就是抽烟的时候是一件非常舒服的一件事情。这就是那个嘛，泡房。不是吧。那它这个关掉打开是长什么？我们。这里打开会有什么？就是它是往通往天井，它是一个小空间。什么小空间？这就是逃生用。可是我很喜欢户外空间，我还特地打造这个区看夜景。夜景？对，看到夜景。我们就去了解一下模特详细要怎么工作。你不是当过？也验收一下，说我这三年在模特公司有没有学到什么？可以。拍照兼走台步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因为走台步，我可是走过艾迪达的秀，身高180，然后怡萱，我真的喜欢你很久了，怡萱，对不起，我跟你告白，真的对不起。我们进入我们的走秀间拍照吧。走两步，然后摆一个啊，然后是走三步，那你再转一个圈，那你要干嘛就都可以。你觉得这样月收可以几万？他这么活泼的话，应该我觉得应该可以比我多吧。应该有个两万。两万也太少了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好，刚刚已经学完了该怎么样当个成功的模特，大家这样大家学会了吗？那你的收费是因尺度还是人数？就是一般的话，我们有分时装，我自己的定价是差不多在3个小时6000-7000左右。那一般行情是在哪里？时装也是差不多。3个小时6000-7000，男生有办法这么高吗？可以啊，就是专攻算是性感市场的。对对 对。那你大尺最大有到多大？不自录不竞拍，比如说什么玩具自录或是真人自录，就这个大家会觉得这个词很酷。那你可以什么？我是可以全裸的，就是这样子拍照，比较类似体操的动作，就是我可以凹的姿势很多。那你一场收过最多的钱是多少？一场收过最高的快3万吧，3个小时3万。那那个尺度是很夸张吗？没有哎，它尺度是要我自己做古装造型。前期工作比较麻烦，所以才收到那么高。他后来是因为他那一场是团拍，他的人数有到10位。那你花了几年的时间才开始从互惠转到收费模特？差不多也有4、5。那投入成本也太高了吧？那时候拍照就是能当兴趣，累积作品跟人气。那还有什么想要入这一行的一些条件？不要长太歪。奶要大吗？女生的话不一定。拍摄的时候其实很蛮多摄影师喜欢 B 到 C cup 的奶，但我这也是平乳，然后我也是拍得很红啊。哦，对啊，之前是平乳。那我这也是平乳。之前是平乳。他喝青木瓜丝。后来来问一下这个行业的一些风险。第一，有没有被摄影师吃过豆腐？我有。那详细是情况怎么样？我们讲出来，让之后有一些想要拍互惠的，不要再受再遇到。你今天在拍摄的时候说，哎、欸，你衣服用不好，可是你自己这样看的时候，就觉得说，哎、欸，我这样今天这样，我觉得我穿好好。然后他说，哎、欸，我觉得没有，然后他就手就会直接伸过来这样子。然后你这时候就要说，哦，没关系，我自己用。那有没有那种拍一拍，然后突然说，衣服蝶，我可以加价，我想要拍一个互动的环节吗？对，这个有，这个有，这个有，可以塞。被塞，
会。那是不是真的有 model 有在兼互动的？不然怎么会这么多摄影师到处问？可是通常那种 model 都不是我们这种全职的，或是说很固定收入的，都比较像是素人，偶尔兼个差。对对对。哦，